大家好，我是小甜心。现在呢，在香港的九龙塘地铁站，在地铁站门口一起看看街头的风景吧。现在夏天天气炎热，在大街上走了真的是出了很多汗。这条街呢是沙浦道，街边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车。街边的豪宅区风格都是差不多的，外面都是高的院墙和宽大的大门。九龙塘这边的街头很多教练车都是一对一的指导，每天考驾照的人挺多的。大街的左手边是豪宅区，右手边是巴士总站和学校的教学楼区。九龙塘这边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很多的，到处都能看到各种国际学校，各种设施齐全，教学质量也很好。九龙塘这边都是差不多的豪宅建筑风格啊，院子里停满了各种豪车。这是沙浦道五号，除了独特的别墅设计外呢，都配有一个院子和停车场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